时候因为我教低年级啊，然后就是每学期护士来都会检查视力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在我们班用一个感测器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呢如果那个光度太暗的话，它就会发出警报声，然后值日生就要去开灯，或者然后因为我这边还没做到，就是这边也会亮灯提醒小朋友，但是后面还没做好。对，就这样提醒小朋友这样，然后后面就是要配合这个灯光，但是还没有做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的心得呢，就是，希望至少每个月啊，那个教养中心啊，都可以办一次这样的研习，然后我们可以吃一次。